植物园站来坐地铁一号线。空调还贴着呢，还没开放，也不知道地铁啥时候能开通啊。本来想坐地铁去南湖的，现在只能选择别的交通方式了。啥时候能开通地铁啊？有没有谁知道？以为地铁早就开通了，其他的交通工具、交通方式都开通了，公交车、BRT、出租车什么的。可以堂食了，现在不错哎。可以吃堂食了。但是需要分开。